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侠之大者，执笔作剑。十五本武侠小说构建了他的江湖梦。金庸诞辰百年，让我们一起走进金庸，见见与金庸相关的两三人，回忆与金庸相关的那些事。我们现在去见的这一位呢，他掌管着全香港唯一的一间金庸馆，走吧。馆长你好。你好。馆长，您有没有曾经见过金庸先生？啊，很幸运，我跟他也有一面之缘。嗯，然后在当时也是在金庸先生的家里。啊，我们那个时候也家里面也跟他见过面。我觉得他家里也是挺好客的。金庸先生他本身是一个围棋的爱好者吧，这个围棋也是从家里面借过来的一个棋盘，真龙棋局，他怎么去破解这个棋局，也是他在小说里面用到他一些桥段。我们这个展览里面有300多组这个很珍贵的展品，这个展品里面最珍贵的地方就是有些手稿是50年代跟60年代这个金庸小说在报刊里面连载的，这手稿是1968年的我们萧家屋，其中有个江姐的手稿，一天是3张稿纸就行了，就往后就是稿本就送到这个排字房，然后这个排字房工人就把它，因为几个人在排字嘛，就把它撕下来，就你再排解一张，他再排解一张，这样子就整个稿本就毁了，所以很多时候就没有机会这个稿本可以留下来，就是这个原因。我在东南亚去收集金庸先生的手稿的时候，也把握这个机会跟东南亚的一些华人的金庸迷也跟他见面，这个金迷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是很爱看金庸先生的小说，因为他的小说里面也让他们可以连接到中国的历史跟文化，让这些海外的华人东南亚的华人对我们国家我们的历史也有个连接的一个桥梁，因为他小说里面也谈到很多中国不同地方的风光吧。那时候我是大学的时候也特意到内地去旅游，感受我们中华民族也很多不同的其他的族群在历史上面在这边活动过。因为今年是金庸先生诞辰100周年的一个纪念的大日子吧，所以今年3月15号我们就有个展览要开幕了。我们这个展览的名字叫侠之大者，就是一个雕塑的展览，很立体的把金庸先生的这个武侠世界里面的人物可以重现出来，也希望我们在内地在香港跟东南亚的华人我们一同去经历这一个很好的一个旅程。刚刚我在金庸馆呢也见到了很多以武侠经典人物所作的漫画，那么下面我们要拜访的这位呢就是以剑喻气以字喻画的与金庸先生交往合作20年的老友。你好啊，李老师你好。这些都是您这个漫画的一些周边吗？哎呀哎呀，98年98年出版第一版。哦，那当时销量怎么样？啊，销量是很厉害的，好像是90万港澳台内地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走进李志清的工作室，一张实木长桌尤为醒目，他便是在这里绘画创作。适逢金庸诞辰100周年，最近李志清正加紧创作《雪山飞狐》的小人书作品。与狂放不羁、天马行空的港漫画风不同，李志清的画偏好水墨，古朴写意，秀逸空灵的笔触流淌着金庸先生笔下的侠肝义胆。金庸曾为此挥毫赞赏道：“飘逸画笔，图风云人物。”他写那个《笑傲江湖传》的时候，他是33岁。哦，他就是33岁写的。对，那个时候我是写那个《笑傲江湖传》的漫画的时候，也是33岁。这张图就是我跟金庸先生拿版权的时候，我画的这个影像。金庸先生看完了后说：“这个啊，好像是他就是这个影视，我的创作都。”受他的作品影响，我觉得他是天才，但是他是很努力的。他给我8个字，就是努力不懈，全力以赴。有些人觉得说，是不是金庸先生去世了，人们就没有武侠作品了？您是怎么看待这个说法？那武侠也不一定是历史的武侠，啊，只要有这个武侠的精神，就是我们可以写的，可是当代的故事也是武侠，甚至是未来的故事也可能是一个武侠的故事。不同的时代也出现一些
不同的作家，他们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台铸造他们。金庸诞生百年，我非常感谢他写了这些小说，对祖国的第一个风土人情印象就是从金庸的小说来的。我觉得金庸是一个对世界，即不仅只是中国，会有很大影响。虽然很多年了，金庸先生的小说会在我们心中的流长很长时间。